好痒的感觉。哦，应该是蛮舒服的啦。对，好痒哦，有一点轰轰的声音。有，哇塞，哇哇。很深呢，刚多深了，刚多深了，大概两公，跟快筛差不多深。哦，好深哦！哇哇哇哇，好像很里面哎，对，很里面哎，感觉是什么？各种毛，哇，好舒服。结束啊？对对对。那这样通常那一个 set 多久啊？其实是40分钟，40分钟，对，蛮舒服的，舒服。而且这样，男生女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谢哥，踩耳师是什么意思？是踩耳朵？用脚踩哦？啊，不是，用一些羽毛放松的工具踩。哎呦，羽毛？羽毛？对，是掏耳朵吗？类似逗猫棒那种吗？哦，不是，有分褐毛、绒毛、马毛之类的，然后舒压耳朵，耳内神经。在掏的时候会含着哭。这不用含吧？不用吧？这是舒服的，不会痛吧？不会痛，是舒服，会放松。然后有些客人，我们就是创新改变所有职业。哦，开胃，enjoy你的逗猫棒吧。OK， 今天第一次来哈，这个是哇，鸟毛啊，孔雀毛哎。哎，你们正经一点好不好？人这是专业的，这个是舒压采耳，他真的是采耳师哦。没了，会乱搞来了，取哪种来？来，好，这接下来不要乱动。这是什么？褐毛。褐毛。褐毛啊。褐毛。去哪里找褐？褐毛啊。这网络上都买得到。那它是就是要用耳朵的吗？还是真的是这样子？真的是这样子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是专门采耳的工具。那你要用心去研究哎。会在耳朵吹气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会有褐毛在你耳边，哦，好痒的感觉，哦，应该是蛮舒服的啦，对，痒哦，会有一点轰轰的声音，有，哇塞，哇，很深呢，刚多深了，刚多深了，大概两公，跟快筛差不多深，对，只是轻碰到他的耳膜，然后刺激他，对，然后里面发出啪啪啪啪啪啪内神经，已经弄到耳膜，那是可能是 ASMR， 那么靠近嘛，细微的声音啊，一根针掉落地上你都听，会很敏感，对，厉害了，这一次 ASMR， 这一次是，这次是绒毛，绒毛，对，绒。哦哦，会一样让他先感受，就是要先安抚他，对，安抚他，让他知道有这个毛进去他耳朵里面了，哦，让他先熟悉一下，对，先熟悉一下，有东西要不先告知，对对对，哎，不能怕直接进去他会太紧张吓到，哦，这是一种礼貌，哦哦哦，好深哦，哇哇哇哇，好像很里面哎，对，很里面哎。感觉是什么？各种毛，哇，好舒服哦！啊，你真的做完以后叫客人起来是怎么说？你老婆回来了，会在耳边讲结束了这样子，结束了，对，就是叫他起来，哦，起来，没有了，哎，结束了，对对对。那这样通常那一个 set 多久啊？其实是40分钟，40分钟，对，蛮舒服的，舒服，然后就这样，男生女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哦，谢哥，谢哥，你好。